这你确定可以了没？可以了，你看到都长出来了，你看。咋回事嘞？这个凉鱼才长了头。在，可以嘞。是啊，我讲长了。长，我们今年大丰收啊。来，接回来。把这放。哇，好高好大。啊，那么大嘞。你说洋芋那么脏，你吃完？你又忘记了啦？我那些没的啊，吃不完。要我和你吃没？要的啊，明天。但是你还请我吃那东西？请吃粉嘛，粉都得行啊。那你要吃哪？我要吃烧烤。烧烤？对。明天我也要多种点。你要装啊？怎么样，打火呗？打火啊？要点嘛，要是我们城边好大一片。就我们先搞一顿啊。啊，肯定嘛，等改天再没去了。啊，今天吃洋芋吃的撑，我估计。我们炸个洋芋。炸反的，我跟你讲，炸了洋芋。就是街上卖那种的。没那种。熬一会儿好点。来。哎呀，走，走，我们回去咋搞去啊？搞洋芋哥哥啊，洋芋哥哥啊，嗯，搞个洋芋红豆的。来弄个鸡哈。好。哎，走，你鸡不是回来吗？到底是？去我舅娘家了。舅娘家干嘛？去看他。等会儿就回来了。要多搞点。够了，你还吃？吃好多。不是啊，主要是你姐，你姐回来你要多搞点，跟外我们俩吃完噻。你说洋芋那么脏，到时候怕还没得很呢。对吧？扔洋芋，要洗过的才能扔。洗过的。好。哎，东门，洗好准备菜了。好。加油。好，东门，洗好慢慢放。好。这还怎样？有点。哥啊。嘎嘎哥们。哥。哎，姐，你回来啊？啊。你洋葱洗没洗嘞？他在哪吧？就你看。哎，鱼烤的啊？啊，对呀。咦，东北？嗯。来，送你个吧。这个都没有意思嘛。你的嘛？啊，你管那么点了？你给我吃啊。要拿鸡蛋要的，那么细。啊，俺是鸡蛋，没事要的，我跟你讲。对啊，这是鸡蛋，我舅家养的鱼烤鸡蛋。舅家养的？是啊。好吃得很，我跟你讲。没来啦！啊，辣椒来了，你在吃辣椒没？等，我一会儿去。等会儿，兄弟。快起来！来了来了，妈在了。东妈，你瘦点瘦点。啊？没多。你看都耍没耍啦？我看街上你俩都是我耍的，后面。那个啊。对，葱花。OK OK。好。开始，姐。太爽了，这个新洋芋。今天还记得去年没？也是这个时候，我看到洋芋哥哥你快走啊！我就改车了。你快多吃点嘛，跟去年一次不回。啊？啊，你们都没吃啊？送我去了。啊，要得，俺看你吃啥子。看你吃吧。我吃了。我吃了，吃了，没有，没有，你吃了，你吃。那哪一份你吃啊？半夜半。
哎，他鸭子回来了。那么鸭子啊？鱼是在磨牙的。哇。那个好肥啊。我鸭子肥的要炸应该好吃，我觉得。你这样想吃？你没有炸过鸭子煮鸡，我跟你讲。我手打过鸭子煮鸡。没有啊，我从来没打过鸭子煮鸡，我只是想看它肥，觉得好吃，我没想啊。哎呀，我要好好尝试这个驴壳鸡蛋，从来没吃过嘞。虽然它小，但它比一般鸡蛋要厚点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嗯，我跟你讲，我要吃。啊，落落落落！这个喊我要吃。对姐。啊。你还那么多羊鱼嘞？我跟你开玩笑，你多吃点啊。你吃点，你还没吃完。那多吃点嘛。啊。